天亮就要出门了。耶、yeah, ，第一次来 ，Stripen Das。早安，现在是早上7点多。今天呢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所以我决定拍个 vlog 纪念一下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拍电视广告。OK， 其实我之前呢拍过很多影片哦，但是多数呢都是在家里面拍啊，在公司啊，在 cafe 啊，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个公园等等，都是一个人拍，可能有我一个人，或者是我跟摄影师两个人，就是没有叫这样专业。很担心。OK， 其实我现在呢就在 Media Prima 公司，就是 Sripen Das。这一次的广告合作呢，就是跟华为，然后拍摄团队就是 Media Prima， 也就是 NTV 7啊、八度空间啊，他们这些团队。那么早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化妆。素颜。这妆真好笑，我真的觉得化妆师做我真像马来人呢。然后他们跟我讲，电视广告出来呢，其实跟你肉眼看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拍电视广告那个灯光太多太多，所以你打下去哦，可能你的妆就比较好看。我像马来人吗？现在今天想要看一下全新的华为吗 ？OK， 不要看稿。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开箱全新的 Nova 7，很做作啊！你现在是小龙女，马来小龙女，马来小龙女。So the scenario is as though you just bought the phone。等一下要开始啊！The one, I mean, the good one is when you go take care of it. Don't fall. Hello, I'm late. 我妆都融完了，晒着太阳拍啊，拍了几十个 shot 啊，两秒钟的东西啊。拍完第一个 bot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换第二套衣服拍第二集。等下是拍 office 的。O 了 L。Three, two, action. Okay, Mr. Grant, Mr. Barrow, Apple. Ah, do you need office? 现在2点半了，还没有吃午餐。等下的饭一定会很好吃，我期待。放饭了，很开心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是3点钟啊，现在才吃饭去。累到睡着了，现在等着最后一个拍摄。现在是晚上9点，进行第三轮的拍摄。要重新化妆，要重新摆个头发，然后要换衣服。拍到几点？11点、12点。赶快！哎，心累啊。还有这么多人在帮你拍。还有一点点慢呀，还有很多其实。从早上5点多出门拍到现在半夜12点多，我们终于拍完了。明天一样要早上5点多出门，然后8点到自己准备化妆，完成第一天的拍摄。早安，今天是拍摄的第二天的早上，我们又回来这个地方拍摄了。第二天的拍摄，然后现在是化妆时间，又到了这个时间了。然后我昨天睡很少很少而已，昨天到家 day one 拍摄完就是12点，然后回到家吃饭冲凉，然后迷迷摸摸大概2点，早上6点就起床，4个小时。等一下要介绍一下哦，就是跟了我2天的小助理 Hillary， 谢谢你。
好人来的，孩子跟着我，然后一般照顾我吃喝拉撒，然后陪我聊天、陪睡、陪喝、陪吃这样子。3, 2, 1, go。拍电话也不容易哦。OK， 现在我们呢就来到了一个公园，等下要在这边拍一个这个情侣的剧情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找到一个我的假男友 ，OK， 这是我的假男友 David。然后这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热，大太阳底下，看到吗？大暴晒，想象不到等下的生活。Thank you for call that. Right? Not really. Hey, babe. Take a photo of you. Follow your hour like this. Hello. Enjoy.好像不要，他不是很想这个名字。OK， 换。你的你。哟。这是我导演 ，say hi， hi， 谢谢导演，然后这是我发型师，谢谢发型师，还有很多很多的 crew， 我们就不谢谢了，然后我想要去吃饭了，哎呦，回到家了，真的很累，是真的很累的很累的那一种。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拍电视广告的一些心得啦。然后我自己觉得哦，电视广告跟普通我拍的影片有最大最大不同，就是拍电视广告必须注意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可能一个小灯光打到不美，我们都要重拍，是真的。可能你一个表情不对，或者你眨一下眼，你都要重拍。跟我拍影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，毕竟电视广告你拍出来影片，你是要直接放在电视机上面，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。总结一下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累。但是总结来讲，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啊，有这样子一个体验真的是很难得，所以希望电视广告出来了之后呢，大家可以多看几眼，然后就不要换台，不要转频道。然后如果你们看到我的样子在电视机出现的话呢，你们也可以在 IG tag 我，然后我会开心一下，就证明我的努力你们都看到。好啦，其实很多人讲可能 YouTuber 啊网红啊很容易做，其实有很多人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大家在镜头前面都没有办法看到。希望接下来的影片或者是电视广告也好，照片也好，大家都可能可以看多几眼，回报我一下，就是帮忙支持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吧，我是可能先